不说了，干就完了。双击。三胞胎呀、啊，一狗吗？给个双击呗。老铁，这个肉我烤了两个小时，能给我两个双击吗？美女一个，帅哥一个。姐姐，我也想。这个是日本的泡泡雪泥，哎，日本也出这玩意儿了。跟风呗，跟风，你说这玩意儿整咱们这中国的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吗？这不是？现在想吃我身上往死揍你啊！哦，我要吃旺旺米，身上大家给我个松饼。哎呀！你们想要的无名元肉末米粉来了啊！7元，能给小妹七个双击吗？哎呦我去，超辣啊！太烫了，麻辣烫配鸡肉酱。嗯，来嘎鸡肉酱。开始吃了，不好说的。嗯嗯嗯。比较有嚼劲，然后呢，你们都说吃的太慢了，是吧？那时间长点。打不拢啊，下锅了。哎呦，这个火真是太烫了啊！还有这个它的松子啊，小包龙，一起下锅煮上，一煮啊，煮上7749分钟，超大个啊！双击！大长头大战帝王蟹，开整啊！今天明哲来了，专门给明哲整了一只小帝王。咱还是老规矩。开始直播，速进直播。哎，我天妈，吃个叫什么大卡，乱七八糟大卡。40直播啊，有肉有菜，还有肠。老铁们，铁锅靠大鹅啊！来，首先老铁们啊，先把大鹅卸吧卸吧，卸成块啊！老铁们，下锅焯水，老铁，对皮，挺干净的，上手往里头甩啊，扒拉了，
大厨往里轮呢，老铁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大厨大鹅，给他扒了匀劲儿，让猛扒了，都要往里头干啊，老铁！加啤酒，老铁啊！哎，加水，老铁们啊！这个必须得大点汤啊，宽汤，因为这是老鹅啊，20年的鹅，老你家老。